额，你好，当愿众生，来念一下一，当愿众生脱离病苦，二，当愿众生消灭罪障，三，当愿众生免除横祸，四，当愿众生远离恶趣，五，当愿众生福报优厚，六，当愿众生成就迅速，七，当愿众生来世尊贵，八，当愿众生得生天上，九，当愿众生往生住缘，十，当愿众生临终欢乐，十一，当愿众生得相好身，十二，当愿众生成佛道缘。今天3月初8在台湾是妇女节，所以当愿所有妇女快乐自在，老公疼爱，儿女平安，老不能还都这两年，但是妇女节啊，就是希望妇女快乐啊，但是他们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放不下，这样，所以当愿所有妇女赶快放下，不然怎么会快乐？天天在想着老公好，儿女好，你永远有压力，因为他不会天天好，不可能的。那你就变成有压力了，吃不落，睡不起，放不下，死不起，没超多，因为你放不下，所以各位你要养成习惯，希望妈妈都放得下，这样就好了，对不对？但是不能让妈妈忧虑啊，我老不还乐是同不友好的代志啊，生病也要装着健康，没钱要装得很有钱，这样，对不对？跟老婆吵架不会，我对她很好，被老公打没有？你千万不要回去跟你妈说，哦，温安对我就拜，哎呀，那你妈就很烦恼啊，很烦恼啊，所以各位要了解，不让众生因为你而烦恼。希望大家以后在家里就忙得做这些事，好不好啊？拜佛啊，慈悲众生啊，那你一定健康，家庭平安啊。因为家里有你在做这个事情，全家事业赚钱啊。为什么？再念一次，照顾众生才是照顾自己啊。那佛法讲这个的啊，你越帮助贫穷人，你赚钱就越快。你不去帮助别人，用尽心机赚的钱也不见，然后来偷贼 take 啊，所以佛陀要我们只想着别人，只想着众生，那你自己就成就了啊！你不要想自己，想自己呢就是自私啊啊！所以今天我是个出家人，我来弘法，我只有想到这边啊，利益众生，这是戒律。我不能想说，我弘扬法，红包带走啊，那这样就自私了，那这样没意义，所以我想各位你啊，你要去接触法师啊，你要看这个法师有没有悲心，好不好？这个一定要这样想，因为佛要我们接近善知识，远离恶知识，免得我们越修越烦恼，给我们压力，给我们痛苦。我们就是要解脱压力了结果我们造成很大的痛苦，那不好。那当然我们自己也这么做，也怕我们自己做不到，所以我们去多接近一些比我们有悲心的人，对不对？比我们有智慧的人，那我们才会更有智慧，更有悲心，而不是给我们很多烦恼我这样讲是因为这个马来西亚还不错，什么法师都可以来，什么法师老师一大堆，然后呢，对对错错，不知道哪一个，这样，然后弄得大家有一点麻烦所以这一点各位一定要有智慧，动机正确不要拍谁拍谁这样法师送我礼物，我就压力来，我不包红包好像对不起他，法师对我很好，三更半夜打电话给我这样然后呢就有压力，对不对？那个不是布施，那个是一种压力。
我想不是，我们布施是一种，我们从内心里面恭敬、慈悲而布施的。啊，就像我们对佛像很恭敬，所以我们供养一点压力都没有。然后呢，我们对这些可怜的众生，我们尽量布施，很快乐，对不对啊？很快乐，没有压力，这就是我们修行的根本。不能把我们的修行变成一个范围。哎呦，温师傅就欠钱哟、哦，啊，一直说我们师傅很缺钱哦，啊，那就弄了我们大家有压力，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啊，这个世界，这个寺庙已经够多了，对不对？啊，欠人多了，啊，那如果说我们一直忙着这个，反而意义不大，啊，那我想最主要是人比较重要，这个寺庙怎么去运用比较重要啊，这个而不是说贪呢，啊，一直贪一直贪，这样意义不大，啊。所以能够度更多的人学佛，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比较重要了，啊，就像我们做生意，我们做生意租一个地方买一个地方，天天要有人上班，不然这些人要倒了，对不对？要发挥他的这个经济价值，那才有用，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花很多钱在这上面啊。如果各位要花很多钱，我倒建议呢，救救那些更可怜的人啊。更需要帮忙的众生，那我想这个是更重要的事情啊。那么就像说这几天，哎呀，有非洲人快饿死了，我们还在忙自己的事情的话，那就不慈悲了。再来，最后劝属回向，所有的功德就要一直要回向给众生啊，不要为自己想，回向众生赶快离苦，回向众生赶快成佛，念回向偈来。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正好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 ACIP 委员陈怡君医师。疫苗保护力是指接种疫苗的人群与没有接种的人群相比，减少了多少生病、重症或死亡的风险。疫苗保护力是经由严谨的临床试验得知，而各疫苗的试验方法不同，因此相关数据不能直接比较或评断优劣。所有的疫苗在开放接种前都必须经过卫生主管机关的审议流程，确定安全性与有效性是符合国际标准的。我国提供民众接种的疫苗都是安全且有效的，并经由 ACIP 专家会议讨论来订定接种对象及优先顺序。符合条件的接种民众经医师评估后接种 COVID-19 疫苗，不仅可以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的健康。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
不管怎么说呢，在你他的这段时间里啊，卓姐和纳苏医师呢一同翻译了很多神秘的典籍，而且呢长久以来呢，卓姐在藏地宣讲的很多法都是纳苏医师的这个支持和请求之下才实现和完整的完成的，所以可以说是纳苏医师是卓姐在藏地最得力最形影不离的医师，所以呢人们呢对他尊敬有加，管他叫阿舍离，也就是师父，基本上呢尊敬他的这个程度跟对这个九五姐是差不多的，所以呢纳苏医师可以说是九五姐在藏地啊最早认识的人之一。九五姐说呢，我已经很老了，没有力气再去听法了，再过大概10个多月啊，我就会去斗率天在弥勒菩萨座前听法，虽然我们两个已经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呢无始以来呢我们在轮回当中都是独来独往的，所以呢也没有办法一直在一起，不如呢你现在就走吧。听他这么一说呢，纳苏医师呢就是声泪俱下，一再的请求九五姐让他留下，但是呢最后九五姐还是说，是你把我请到了藏地，我的法脉呢你都全部了如指掌，虽然看起来呢你现在不应该离开，但是呢学习大乘佛法总是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所以呢你还是早做准备，早点启程比较好。在此之前呢，你要先多做一些广大的供养，然后呢向我祈请吧。来生呢我会投生到这个斗率天，名为清净天子。那等我离开离世之后啊，您会绘制一幅我的画像，在他这个开光的时候呢我会回来的，从斗率天来到这里的，我们会再见面的。无论怎样呢，就当时的这个纳苏医师呢就心里都是万分的纠结，百感交集。不管怎么说呢，在九五姐快要这个圆寂的时候，很多弟子都聚集在一起不知道谁会来接这个尊者的衣钵。当时呢纳苏医师就说，虽然我说不准，但是我学过的所有的法里面都有过这样的教导，我们得到的所有的功德无论是大小全都来自于上师。那么在城市上师这方面呢，我想没有任何人能比准丹巴做得更好，所以呢说要接衣钵的话，我想他是最适合的。这么一说呢，就很多人就表示赞同，据说当时大人物库敦呢也在场，他就说准丹巴怎么可能接这个尊者的衣钵，要论接衣钵也理当由我库敦大爷来接才行啊。后来呢九姐临终之时呢，把一些比较亲近的弟子都叫到跟前一一叮嘱，尤其是对南九巴广巴瓦二人呢特别嘱咐道，你们后半生呢不要离开准丹巴。他们俩听了就觉得奇怪，同是师兄弟，为什么我们要去医治准丹巴呢？求我姐解释道，因为我会加持他，
随后呢，尊者又把庄敦巴叫到跟前。庄敦巴呢，见这个觉杰时日无多，难掩心中的这种悲痛，对觉杰说道：“如果您不在了，那我还能医治谁呢？”觉杰说：“我走后呢，你要以经典为师，而且呢，在还没具备这个神通之前呢，不要做太多利益众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呢，你要尽量的去弘扬佛法，但你要知道佛法的兴盛在于僧团，僧团的兴盛在于每一位持戒的僧人。所以呢，将来你要努力的培养更多的持戒僧人。那么为了能够建立起这样的一个环境，您就需要建立一座寺院才行。”荣敦巴听到这句话，压力山大，觉得肩膀上的这个担子一下千斤重，立刻说道：“您可千万别这么说，一来呢我没有这样的能力，二来呢我就是一个在家居士，三来呢我也是两袖清风，所以呢您的这个要求可能很难做到。”这时候呢，就是求我姐说：“你不必担心这些，就尽管放手去做，到时候自然会有人帮忙。”那九五姐都这样说了，庄敦巴呢也就不敢再推辞了，只好答应下来。然后呢，他说希望来世能够再见到你。九五姐点了点头。之后不久呢，九五姐就这样圆寂了。曾经有人问过他，圆寂之后要如何处理比较好？觉悟姐说：“涅槃经里面怎么处理佛陀的遗体，就用同样的方式处理就可以。”所以呢，觉悟姐圆寂之后呢，就在涅槃火化了。火化之后呢，就会有骨灰嘛。于是呢，趁着大家都在吃午饭的空档，库敦呢就拿着一个铁夹子，走向这个火化壶，火化那个炉，说道：“要是我现在不拿的话呢，待会儿庄敦就会把全部拿走的。这样一来呢，我就分不到一点骨灰了。”所以呢，他就趁着大家忙着吃饭的这个功夫呢，抓走了一把觉杰的骨灰。后来呢，他也用这些骨灰一点一点做了很多的擦擦，放在藏地许多不同的地方。正因如此呢，觉悟姐的这个舍利才能够遍布整个藏地。所以呢，这也必须感谢库敦的功劳啊。虽然呢，觉悟姐当年并没有在藏地广传密法，但是呢，他的这种佛行事业以及他留给后人的法脉传承，丝毫不会影响他对藏传佛教的这种贡献和他在藏传佛教当中的地位。直到后来呢，藏传佛教能够根基稳固、兴盛发展，并且广传，也都和这个阿底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觉悟姐她本人的性格和为人。当然呢，她本来就心地善良然后呢，加上她对这个菩提心的修持，可以说她的这个慈悲以及菩提心的这个教授，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藏族人，可以说是流进了藏族人的血液里。千百年来呢，就算是那些在藏地不识字、
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完全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老人家们，也都能够心怀众生，时时刻刻为了一切乳母有情而去不断的去祈祷和祝福，他们对所有生命的这种尊敬善意，这种发自内心最深处的无限广大的慈悲心，我想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求解的影响和他留给藏族人的无限的加持。如果说藏传佛教的这个前弘起有寂虎大师和莲花圣大师这样的大德，那么可以说阿底峡尊者就是后弘起的奠基人和里程碑式的导师。虽然呢他没有像莲师一样展示种种的神通变化，但是呢他的慈悲善良调柔智慧和海纳百川的这种胸襟啊，又是另一种不可思议的视线，也是这个世界上万劫难遇的一位大师，同时也是值得我们生生世世去学习的典范。